昨日，一网友在微博中晒出消息，称某外媒一篇名为《逍遥法外的红色小王子》的报道中提到，据北京消息，李天一案中被轮奸女孩已撤回工资，李天一不负任何刑事责任，只需做义工300到400小时。此外，李天一赴美的计划仍在进行中。消息一出，便引发网友争相转载。记者就此向有关部门多方求证，得知目前李天一仍被羁押在看守所内，且不得取保候审，而该案件的侦办也已告一段落，将交由检察机关审查起诉。凤凰视频整理报道。